去理念就是以人为本，以环境共生，与社会共荣，所以我们把人排在第一，表示我们非常的重视员工。从员工一进来呢，从他的教育训练、职业规划，一直到他们的身心照顾，这是我们认为最重要要去照顾他们的。要感谢同仁们哦，因为在今年里面，我们八寸的产能一直都是属于满载，所以各位是特别的辛苦，那也感谢这个同仁家属们这个给予支持。青蛙要从山里面跳到溪里面去结婚，我们帮青蛙过马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不要让青蛙在路上被车子给压死了。不过有一只死掉了，对啊，压到了吗？对，有时候看到尸体的感受就不太一样。它扁掉了啦。不是，它害怕，它就会整个趴下去的。所以就是要保护。可能生命跟它而言相距比较远，那透过护蛙行动的话，它可以很真实的看到一个生命在它前面，生命有需要，人出手援救，在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对于生态上的协助的价值。生态保育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工程，并不是一个个人或者一个团体就可以完成的。我们注意到在各个角落的环保团体，他们的努力是需要被支持的。过去呢，我想企业界呢，在做这些永续经营的活动的时候，通常是自己单独的行动。那这一次其实我们也算是一个创举哦，把国内外著名的一些企业界呢，大家团结起来哦，一起来提供一些资源，把这个绿奖做得更有效益。我们这样子的绿奖，它有一种未来性，这个未来性是一种比较建设性的、正面的，能够去找一个可能性的空间来做他们的事，所以我觉得它的意义应该在这里。绿奖我们当初是拿减碳所换来的这个碳交易来成立第一笔的这个环保基金。首先我想我们先从自身的环保跟节能减碳把它做好，不断的设定新的目标，利用我们自己企业从环保的改善上面呢，真的贡献到社会能够节能减碳这个项目上。